正在下载其他内容，他起吗？你到底要抓多久啊？对啊，他到底要抓多久？烦了，赶快来帮我加油！已经进那个画面了，进全屏幕了，所以他还在下载其他内容。见过我的女人了，还喜欢她？这是队友都是新手，没有一百级。看、啊，那我开小吃的上去行吗？他先挂了。哦，人上去了耶！哇干，我有两个好友在线上。有五动画。对啊，你看一下那是新的，是旧的。已经死了，干谁呢？海鸥呢？都资料片了，还给我看，给我看冰箱的开头动画，时间还没到。哦，圣教军，哎、欸，我可以直接改二马，你选啊？靠，不对，不对，他还说你还没付钱，赶快，赶快再买一趟，他都已经预购，不知道几百年。您是新手。啊、我当然是玩苦痛啦、啊、不要闹啦、啊嗯、我觉得没有炼狱就没有 feel 了沒有、啊、新的那个难度命名很弱、啊、你想完全所以说那个游戏设定都在设定过就对了搞不懂那就按键也要改吗我不太记得，我都不太记得本来是什么，但是应该是被还原。啊，还有什么被还原？那之前是怎样，我都不知道。你看我之前的屏应该是按空白键。哦。应该比较好按。啊，边条灯是双化。好，还我是双化。你说都说我还可以复活两次呢，所以我可以无限复活。抗性太低。队友帮我复活，然后我马上就死掉了。
差点就死了，因为那边会喷火。啊、好鸡巴、啊，那个火怎么那么痛啊？只开私人的，哦，可以，普通，普通最高的、啊，普通六啊，18倍经验呢、欸，你打得中吗？应该可以吧，看到什么时代的、啊，现在我们是最强的。改版前都打得动 MP10 了，现在哪能打得动啊？啊，那我就开了，我开好了。好、哦，我这次打完了，我这次打完了，万满小王啊，帮我点个宝。哦，武器的造型看起来都不太一样。加入我们，不是能看到好友在哪里吗？开的是私的，开的是公开的啦。好不好跟你邀请了，你要同意我。没有看到吗？等一下，没有。他又在正在下载其他内容，什么鬼啊？根本就还不能玩吗？又跟我说可以玩，骗我！现在有5格要下载，现在下载到2格。哦，那你还是抓玩吧，不要骗我，你根本就不能玩。反了，他说的、啊。他都可以进来，没有人跟你讲可以玩、啊。那你等你要玩，他就会叫你下载新的。这个机制其实有跟没有没什么差，让你可以进来聊天而已。大约是200年前创立的，正是拉基斯率领他麾下的圣骑士部队西进的时候。但是这群圣教军却往东去执行某个非常不一样的任务。治疗。看我的血应该是太少了，我一直拿到那个侥幸不死，然后马上就死了。哎，你为什么开那个开五声啊？你有练吗？对啊，我练五声啊，五声最轻松啊，因为我的五声比较强。不练野蛮人谁帮我吹呀、啊？假吧？小狐狸，小狐狸。我需要更多政策。客服都不理我，客服乱吗？那什么、啊，巴豆肉那个人客服都不理我，他拿账号啊？哦，那礼物都不挑早点的时候，现在大家都想到都想要玩。之前我记得有一次我寄信，看他半天就回我，超快的，那应该很神。有阵子
我忘记了游戏都没什么人玩的时候。赶快来玩 D3 那、啊、买给我我需要更多技能显然就比我闭嘴了我上当了必须再等一下对啊我没有清风帝王后面有 D3 那你学人家玩什么战术啊那个不同程度的我的憎恨太低一个瞬间看从天上看人路在那边旁边一个是看他地哎呀要是白了玩不下去所以他现在好像更新很多的东西。我感到好多了。才被他一个月就更新过东西。我需要帮助。那个游戏的生命周期都很短了。我就要15分钟了。最近高都是下的上古有资源更发的重要了对啊有啊更发但是我的电脑不支援上古把这个配件擦一擦这个放换没有人嘛都可以玩然后就一直下一直下我有1000多万耶一个要多少钱很接近了大概1亿吧2亿
怨恨太低。嗯，这样毕竟是可以玩的。嗯，最低不要两滴，几毫克？真的可以玩啊！对啊，我完全不能玩，第一样我就被打枪了。啊，你是没有事啊？对啊，有啊，他你看他有，我三十二啊，你看他还有资源啊，零进差第三位啊，最低配置，这个是进去聊天对不对？对啊，看看怎么进，装备火，敢打狗那个坑我就装，什么东西啊？上古卷轴，上古康奈啊，康奈，它不是有免费的吗？有什么？啊，就228，嗯，228，贝塔，贝塔，你要申请吗？嗯，之前有的就，之前有申请过，只是小试牛刀而已。这边你，今天拿到的需要一个拿去。先玩，游戏太多了，没用。正片不值。想再尝尝我的厉害吧？不过我要升级了。真的两级还没刷完，赶我120级耶！所以其实以前比较好升嘛，你每次小只升个20级，也跟你差不多。对啊，每只小只，谁要谁那么无聊嘛？毕竟每只小只的。嗯，西瓜竟然不攻64位元。啊、我这台电脑9000+，好不好？我已经输了很多名。3000+。没办法啊，身不逢时。武僧竟然有毒风格，是怎么回事？在 WOW 拿不到，来激战拿一个。
我觉得好像有点竞争的感觉。甜美滋味。我的研究显示，有个名叫阿特汉的高阶萨卡兰姆教士开始察觉到有股腐败的影响力正在侵蚀教会的信仰核心。他知道这股腐败的根源势必会毁掉他最钟爱的教会，而且这个家伙的死期够了。我的憎恨太低，我感到好多了。我受伤了。打到一困了，你上线我应该已经睡了吧？现在在卡第三条，到底有没有跑啊？那六条里面两下载几枚啊？而且喊一喊之后变成第四责任载。我每秒也不能下载太高啊。我也不知道他怎么算，看来西野龙应该有感受啊。感受什么？那个？不会呢。啊，我没有全开就对了。看，原来我下载没全开了。对，我保证你龙龙没有开。不忍心开始，整机就开了。但只有我一个没关系呀、啊。上背后。在城主与供给叶脉州虽然不值得称道，但这些人空着肚子是没办法上战场拼命的。撑住，我去吃根冰棒没有？想再尝尝我的厉害吧！
这种天气吃冰棒会不会很奇怪？不会吧？还好，今天比较热。哎，我刚刚听到一个声声的，好像在抓蚊子。现在没有，还在继续。我要打到橘装我才会没事，不然割不掉我就睡着。可是你要跟我打才会掉的。越来越多了，我现在有四个好友在线上。你真的126呢，但是你不是我好友最高的。我觉得我有一个朋友可能1000级，我怀疑。那么应该500以上，之前他应该500以上。其实要这样子分，然后苦痛再加六个等级，就差不多童年的那个难度值啦。不是啊，以前有那个地狱啊，那我今天要打普通打地狱要怎么过去？你苦痛就表示已经解锁了60级以上了。普通就最高等级就是炼狱啦。对，要从三等。四等变成五等，四等变成三等。我现在有十等。好，五等五等。我会好好玩弄你的尸体的。四等变成五等。
就，每杀一只王都会有成就嘞，而且都是好几个成就，要免钱的。我的背包太重了。打你在打哪一张啊？第三张。我需要回去一趟。什么意思？你对正确的道路总是自信满满，你从未质疑过自己吗？即使是错误的决定，也比不做决定来得强。而我一旦做出决定，就得全力以赴，否则大家都会送命。看我的手套有300米、300体，这样有没有很好笑？欸，现在 2.0 是有买资料片才能玩吗？不是吧？没有啊，全部都 2.0 了，真的要变才能升初级。打阿兹，我觉得阿兹已经必掉几张。大学你是玩魔兽啦，玩来几装了。所以你如此都没玩了，看你什么游戏都玩一下就不玩，你只好暗黑玩最久。跟你比起来，我最小咖的好不好？我今晚爱玩十个小时，有的人都是玩那种几分钟的。而且昨天好像居然玩那个游戏玩超过五分钟，妈的，我看都快睡着了。你总要让我拿到第一个成就啊！我会拿到一个成就才结束。所以他的责任就结束了。嗯，我标准版也是去那个露天买卡呀，就是那个、啊、打折的买卡比较便宜，至少打个8折，8.5折，一天啊。1000块，打5折，对。哎呦，进来了耶！我这间好像没有满，可以直接掉，而且快要打阿兹了，你一进来就可以捡地砖。对啊。画面我已经卡过了，不知道怎么游
续连线中断了。诺诺，你要继续抓？你看我打完了嘞，下来了。要打阿兹了。你现在处于什么状态？我在拖时间。游戏连线中断。所以你已经中断。客户端与服务器，可是我看到你的邀请，看不能点。好吧，那我就可以打。等灭团，你再来帮我。那OK。因为我看的游戏有没有，根本就是人家在玩，然后我一直在打进去，有这边看到好多讯息，就看觉得遇到了什么怪这样。还是魔丹还正强啊，且我不能复活，不能点复活。哦，有人帮我复活。看家家。躲黑神啊，啊幹，我没有习惯躲那个火球啊，机车。我没有习惯躲火球，结果是被火球炸死。你也进不来了，看我表现。只是进来害我们而已。但好歹我是神僧好不好，伤害太低了，我只能在旁边打恶魔之门。干你啊，又在吓人家那种，不算小了。看我不能跟伤，是不是一路上梯边没有掉局状，是过了一个小时终于跟剧院连上线了，他现在可以直接线上聊天了啊，可是要等时间呢。哦，那不错，要排队，以前要打电话他还没有免付费，然后那时候长途还很贵的时候，干都打到台北，别人都不想打了。刚刚看小说看到一半，然后突然出现那个暗黑的音效，吓我一跳。你看我已经连上线了，所以噔噔。看，不是我要骂脏话，真的是太低了，好不好？你到底抓完了？你为什么不抓完再进来？他就让我进来啊，然后进来之后又跟我正在下载其他内容。你为什么要那么急呢？我觉得我刚刚开的是一张的游戏，他在抓一张，结果你要搞三张，他现在抓三张的吧。你愿意和我一起研习魔法吗？来，我们可不可以从一张开始玩啊？你是开玩笑吗？我的歇歇也是在一张打的。什么塔？吃宵夜了，晚一点再上。看，我进来了哎、欸！我看我还有完成任务啊，获得经验了。真是一场漂亮的胜利，我就知道阿兹莫他们都在。
狂野上呢。恐龙的装备怎么感觉很好啊？真的吗？